祭司，祭司没有把人救下来，直接移形。哎呦，来拍张照，好哥哥。他们这样选，应该第一个镜像就打两个。但是容易被抓机会啊，毕竟好哥有时候悄悄咪咪就把那个对吧什么气给点开了，就滋一声，然后整个地图都非常的明亮。啊，然后人人身上还有框对吧？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剪影什么的。嗯，不懂在这儿敲咪咪进步，应该看到了，没看到了。这个人有红点，哎，有红点。好，那双挂吧，我觉得这波应该双挂。求着这边耳鸣已经过来了，应该是不会给你双挂的。古董来了，这个应该猜到是古董了。这古董这样走应该要被找到了，这样。对对对对，因为好哥刚往那边看了一眼，对，看到脚印了。这样是太耿直了，那肯定要找到了。这个对双挂，哎，但是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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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祭司没有把人救下来，直接移形。哎呦，哎，等会儿，哎，等一下，演一下，演一下，哎，演一下，演一下，演一下，我，哎，对，演一下，演一下，第一时间。他第一时间已经暴露了，然后呢发现不行，我得演一演，对吧？要不然就今天首播啊被人家发现，对吧？锤烂了。哎，首播开个那个什么什么，对吧？那那好，去关掉了，去关掉了。关掉的时候这边会卡一下，所以现在不会动了。哎，对，动了。好，好了，好，挂上一个人够了。啊，挂上一个人够了。现在把这个仪器关掉，可以了，只需要打一个开局就可以，剩下的靠自己。太贵了，哎，太贵了，太贵了，按秒计算的。这边其实这个开局求生者已经有点没法打了。这里，哇，这一波三个人在这边，那不是自助餐？自助餐。这波人类应该怎么打？应该歇了，歇菜了。感觉没得打。有机会的话在于就是好哥哥这波捡不到人，然后穷者这边因为现在好哥哥他手里面没有技能嘛。哎，这完了，这四个人都搁这儿呢，他感觉这想捡谁。哎呦，这是自助餐，四个人都在这里。哎，我一起求刀！哎，飞轮，哎，哎呦，哎，完了完了，倒俩，哎呦，倒三，数字游戏啊，拒绝那个什么啊！这你看看，你看这游戏，但凡对吧，用上点高科技，这还能玩？抬头一看，四台机。抬头一看，四台。左边还没有，遗产也没有。这整四台机啊，整整四台，它不是那种外面对吧？三台都是遗产的那种。这边看到在补状态，求者这边调酒师状态补满，来救一波古董商，应该是求者最后的一个反击机会点了。哎，救下来一刀，好的，扛到古董商手里满棍，这波古董商，哎，这切感谢，切感谢。不给机会，我刚想说古董商怎么地挂飞之前把自己的棍子交掉一轮，没想到好哥哥这边这么残忍，一点都不给他们机会。再拍一张照，这应该是彻底歇了。穷者已经可以考虑待会儿接下来的一个下半场了。下半场选一张图，然后掏，掏个医生。掏个医生，他得想哪张地图好。医生已经对好哥针对比哦。他得看图，就好哥哥自己选的图，医生对他是没有作用的。但是如果穷人选图，比如说选个军工厂之类的，好像就提升医生，就是能够确保医生能溜起来的话，其实还行。想起来上次被好像是被医生溜了五台，本来想着溜不动。哎，医生溜五台是哪一把呀？好像之前是
红教堂有一把，那影视吧？影视啊，对对对对，有，之前有个影视，影视吗？有影视，小轩宝。哦，对对，这把能走一个吗？把地窖修开。应该不太可能，这个局要走一个。现在机子修完，好哥哥，关键你们前面都是对吧？一个七杀，一个八杀，好哥哥怎么地先得来个四杀呀？先四杀保个底嘛。拍张照，看能不能找机会打中下去。假装过板，实战各种骗。哎呦，哎呀，差点盖到板了。好哥哥，哎，这就是用上了高科技的副作用，突然之间可能会停一下，就提醒他会跳出一个弹框，是否许继续使用高科技？余额不足。啊，余额不足，对对对，余额不足，余额不足。这里调酒师，哎，看一下这把能跳个地窖就算我赢啊！调酒师要救人吗？救人其实没有必要啊。跳地窖，跳地窖，哎，救下来了啊啊！那闪现一个调酒师，呜呼！他蓄力刀，哎，哎呦，哎呦！哎呀，玩起来了啊！赢是让你赢了，但是我们要操作你。抽到最后一波博弈，我觉得这……哎，刚想说，好哥哥一定不会过这个板子，因为过这个板子让你砸块板子，你的就大帅帅不帅？帅帅帅，太帅了。我想请问一下好哥哥，你中间有几次停顿，是不是跳出来欠费了让你续费啊？这个皮肤，好哥哥每换一个皮肤就会换一种打法啊。上一把的话是移形，这把的话是闪现，每个皮肤对应一种打法。这么吓人。哎，没有，这包装嘛，对吧？你他刚好换了个皮肤，换了个技能，你不得包装一下啊？懂了。就阿星，你每换一个皮肤一种怪的打法，你以后也可以试一下。他在镜像里边好像能看得红，是不是？不是不是，应该是我们那个关键视角能看到，他应该是看不到的，对吧？看不到。哦。哎，只能砍两个。这个应该只能砍两个，但是他这边好像看到了。舞女走晚了。这肯定又要被剪了。来不及吧，感觉来不及吧，来不及，来不及吧。他砍两刀换应该是来不及。啊，来不及。这个人也不想丢了。这个人，哎，这个人也不挂了吗？他直接就是哦，直接追，然后交闪现。闪现差不多。他那边有基地，不用挂了，直接去闪现摁死。哎，这什么情况？好哥打的就是飘逸啊。他这边套手，随便找个人就甩了啊！对，我必须哎，飞轮漂亮，哎，但很可惜这块啊，你太贪了，这敢翻的，飞轮已经躲掉了致命一闪，其实老老实吃一刀，庄园老友加速，他还有顶盾呢。那边其实那个大房里面的板子都没下掉的，这样的话就直接炸裂了。待会这没得打的。这拍张照压住游戏结束了呀。左边电竞进度加起来一台都没有啊。啊，飞轮过来把人哎吃一刀救下来，昆虫推。但核心问题是机子不够呀，好哥哥总不可能被这个园丁六个八百年吧。他那个镜像也没人救呢。一个抽刀，这边拉拉队员摇二十层。
29层这边砸个头怎么地，园丁还真要溜起来，但园丁的镜像是没人救啊。 哦他自己救啊、哎、真的假的，自己救，自己救，太拼了，太拼了，真的园丁还让自己镜像扛一刀啊、然后再拉他挂上再起来，对，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对对对，直接起来。那这人类还配合上了？一点点好像还行，但是需要再起一波，很难的啦，也不好说哦，因为原地这边顶盾了，厂长来扛刀，拉拉队员板模盖个头，旁边摇，不得不说这一波的配合其实打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能不能把它打出翻盘局势，目前来讲还不到翻盘，甚至连就是把劣势保平的可能性都还没有打出来呢。转牌回来，28飞轮，哎呦，这边31层了，33好像不够啊，35 36，扛刀，扛刀是不是因为那个自己的那个 CD 还没好啊？他们又不是自己是就起来有个 CD 的嘛？没有，第二次直接叠38层就行了。啊，第二次直接叠38层是吧？对，一次28，二次30吧。哦，你还别说，这个是我的知识盲区，我一直以为是有个 CD 的。这园丁还要修。闪现一刀，园丁倒地，拉拉队员起来。第二个闪。那这样的话密码机修到2台半，好哥哥这边是把人挂进地下室，我觉得这个园丁可以不要了。对，不要了。对，因为好哥哥毕竟约瑟夫带挽留的也不多，对吧？但三人开门战，如果全圆满状态，你想拉拉队员的道具是可续的，对吧？舞女啊，昆虫啊，翻个道具也不能说就一定没有三跑的可能性。对面舞女这盒子都放哪儿？舞女的盒子没看到，我也没看到中场吧。这里求生者补状态，切了个船吧，应该是移形或者船。先出去，都有牵制力啊。打一波镜像昆虫，但求生者这边的状态，他们其实补的。阿拉队员这边吃一个镜像伤害也蛮的哦，他要去。把这镜像也给摸了，要看到了吧？这那就应该看到，透到，看到，透到了吗？假，看到了，透到了，应该看到了。看到这波，如果说打个镜像，他也不需要双挂，他就挂一个人，能捡到的这个人就行了。完了，好像有点来不及。全砍，然后挂一个。哇！但是闪现又好了，哎，不对，他切船了，切船了。哎呦，这波倒一个昆虫，昆虫倒是应该不太……哎，刚才这边看到密码机抖动了吗？直勾勾的走过去了。难道不？啊，应该是猜到了。他应该刚才有看到过这台机子。他觉得这么劣势，人类可能会直接摁修。摁修过来找。直线捡拾。666，哎呀，这波找到人，求生者机会没了，就彻底结束了。对，应该是彻底结束了。舞女状态补不好，拉拉队员这边也补不了，没时间补了，续费了，没开啊，没关。拉拉队员还要再来救一波，哇，这也来飞轮躲到，哎呦，一个蓄力刀压住，哎，又停住了。又停住了，哎呀，这个又被我们发现了，有点可惜啊，你别说啊，对，有点可惜，你还别说，这把求生者其实中间一度他们的拉拉队员和园丁的这波配合打得蛮不错的，对的。有个飞轮滑步过来，飞轮一个蓄力刀完成四抓，